57本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伯特，你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个小女孩找她的妈妈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位女士找她的钱包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条毛毛虫找叶子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只口渴小狗找水喝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个小男孩找生日派对的地点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只小鸟找它的窝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条虫子找泥土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名护士找他的医院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只乌龟找池塘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条美人鱼找珍珠去了。伯特，你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伯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帮一个小丑找马戏团去了。伯特，别再迟到了。不会了，老师。伯特，如果你再迟到，我就会帮你找很多额外的课。伯特，你来得真早。